就今天呢，就是讲一下，应该是三宝感应念录啊，就是这个感应要念录，就是这里面就是应用了一个佛经的，关于地藏王菩萨的一个公案啊。就以前那个佛在世的时候，在这个英鹫山，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地藏王菩萨呢，就是到处去这个教化这个众生。有一次山下呢，就是看到，有一个长者家，就是500个人呢，就是被那个。就是恶鬼，就鬼神呢，就开始这个，就是堕进去啊，就是堕进去。然后他们呢，都这个昏厥啊，就是在10天之内都是没有这个好。当时地藏王菩萨看到这个情形以后呢，就觉得这些众生特别可怜，然后立即呢，就到了这个佛陀那里去啊，就是然后这个，把这个。就情况原委呢，就告诉这个佛陀，然后这个佛陀呢，就是希望这个开示我去这个就是饶益他们，然后佛陀的话呢，就是当时也是照那个，就是地上这个就发出这个光芒啊，就发出光芒。那个时候呢，就是所有的眷属呢，就是知道就是佛陀，这个发光的时候呢，就是有特殊的这种因缘缘起。那么这个时候地藏菩萨呢，就是知道佛陀。对他的这种这个开示，然后呢，就是他讲到，就是我，在因地的时候，以前呢，就是也是遇到过，就是类似的，有些人就是有这样的这种类似的情况。当时呢，就我在一个仙人面前呢。就是，得到过一些圣咒啊，就是依靠这些圣咒的话呢，就当时这个，这所有的这些这个病人的这个病呢，就是都已经这个治好了啊，就是后来的话呢，就是，他知道这个佛陀这样的这种这个开示之后呢，那么就是亲自到那里去，就是给他们就是用他的这个方法来就开始这个加持啊，就加持之后的话呢，就是。在500个人呢，就是对500个人的话，那就是最后全部这个苏醒过来了，就是教化了这个他们啊，就是，当时佛陀在这个有些佛经当中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公案，那么就这个公案呢，就是后来的有一些这个历史上呢，就是也有这样的这种这个应用啊，就也就是说，应该是在唐朝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姓李的这个家里面呢，就是大概30个人。啊，那么这30个人的话呢，有一次恶神就是对他们就是进行干扰，就进行干扰的话呢，就是那么这30个人呢，就是全部都有些在这个吐血啊，就是有些这个昏厥啊，有些只是痛苦啊，就是特别就是这样，就是整个这个全部的人就变成这样。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他们就找一些这个僧人啊，就是找一些僧人来就是解决的办法。然后这个僧人呢，就是。他啊说过，就是我曾经看到这个佛经当中呢，就是当时也是有这个500个人，就是被那个恶僧，就是被恶僧那个捉弄以后的话呢，那么就是地藏王菩萨呢，就是会这个救了他们啊，就是地藏菩萨这个救了他们，那么你们呢，就是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塑那个地藏菩萨的像啊，就是然后念这个地藏菩萨的这个名号啊，那么就是这样，这个祈祷地藏菩萨的话，那就是也许是有办法的。后来就是这家呢，就是按照这个僧人的这种这个指点啊，就是去这个摹写这个地藏菩萨的这个画像，然后呢就是念地藏菩萨的这个名号啊，确实是很快的时间当中呢，所有的这个。这些病人呢，就是全部都这个恢复如初啊，然后说是在这个50年之内的话呢，就是这种这个怪病呢，就是从来也没有这个出现过啊，就是这个历史上是这样写的，所以我们可能有一些地方啊，就是不管是文艺也好，就是可能地方性的、区域性的，就是有时候是也出现就是很多的这种这个。怪病啊，就是出现就是各种怪病，或者是有些的话呢，就是整个家里面啊，就整个家里面呢，可能这个也病了，那个也病了，就是有些是相同的病，有些是不相同的病，好像有些特别可怜的，就整个家里面的是没有一个健康的人，就是大家都是。
各种各样的怪病，就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应该真诚的祈祷这个地藏王菩萨，就是造这个地藏菩萨的像，这样的话呢，就是原来的这种厄运呢，就是可以这个消散呢，就也可以说是，就是这种这个疾病也好，就是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恶鬼啊、恶僧啊，就是或者说，有些是可能堕金气啊，有些是他们就是散发的各种这个病毒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这个祈祷啊，就是地藏王菩萨呢，就确实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啊，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那个。 一起来这个祈祷啊，就是现在这个时代的话呢，也确实是中山还是很可怜的。你看我们这个不说什么这个新闻上说的今天这个病那个病呢，就是光是我们说这个疫情的话呢，就是现在很多国家，就包括什么不丹呐，就是西晋呐，还有像很多东南亚的国家的话呢，就是现在还是也比较严重啊，就是然后西方国家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非常严重的，所以。 到底是这个冬天，就是或者说是会不会再次的这个，就是出现呢？就是也很难说。就是到目前为止的话呢，实际上的是应该就是有官方统计的话呢，有80多万人就是已经离开了。就是2020是我们觉得，确实刚开始这一年的话，大家都在拼命的这个发，但实际上呢，很多人就是这个最爱的这个生命。 的话呢，就是在这里已经这个失去了，就是所以我们在座的人，我们今天只是听课的人或者讲课的人的话呢，就是到明年啊，就是到明年就是还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也有可能，就是也不可能，就是又有各种这个情况。 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呢，就是也许是这是一种，怎么说啊？就是我们就是讲的这个救位的这种发心啊，就是或者说是一种这个，善愿的这种发心。就是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我们也应该这个为全人类也好，全众生也好，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这些众生呢，就是不能这个，就是如果你的宿命真的尽了，就我们都理解的。 但是宿命没有尽之前，啊，就我们这个出现一些横事的这个疾病也好，灾难的话呢，也是不值得啊。就是所以呢，也特别就是真诚的这个祈祷呢，就是地藏菩萨对这个世界的这个众生呢，也尽量的这个，减少这个痛苦啊，就是让我们的每一个众生呢，就是就享受自己的这种福分啊，就是享受自己的这种福德。 上求三花三花金菩萨依，啊，香藏龙车多娇松智，上求三花三花金菩萨依，娘多拉香藏龙车多娇松智，上求三花三花金菩萨依，娘多拉香藏龙车多娇松智，上求三花三花金菩萨依，娘多拉香藏龙车多娇松智。 上求三花三花金菩萨依，娘波罗香藏龙车多娇松智。上求三花三花金菩萨依，娘波罗香藏龙车多娇松智。上求三花三花金菩萨依，娘波罗香藏龙车多娇松智。上求三花三花金菩萨依，娘波罗香。 三轮车多加松觉，我下面呢，讲到啊，就是这个，这次我们讲那个地藏经呢，应该说很多人好像有信心了，以后呢。 一方面就是就愿意这个弘扬地藏法门，
第二个方面的话呢，就是很多人也想这个有机会的话，在自己的地方啊，以后去这个照相啊、印经书啊这样的。第三个方面的话呢，就是自己也像那个修这样的这种地藏法门啊，就是这一点。我刚开始翻译和刚开始传授的时候呢，也没有想到就是达到这样的这种效果啊，也许可能我也是依靠这个上师们的这种加持和这些因缘吧，啊，就是我自己不管讲什么法的话，那就是对这个法很有益了，哪怕是比较枯燥的，就是比如说这个俱舍论也好，一命也好，但我还是充满信心，就是应该有特别的这种感觉，就是自己也会这样讲。那地藏菩萨的地藏这个本愿经的话呢，可能更不用说了。就是我想，一方面就是现在这个自然灾害啊，就是这个外境的这个环境也不太好，就是所以大家的心态呢也比较，容易降，就是容易记住，就是很多人都是怕死啊，怕出现灾难呢。以前让大家听听课的话，那就是不爱听课，就是天天去散乱。现在呢，就是只要有一个办法的话，那就是哪怕是怎么样都可以，就是很多人的这种标准就是降低，就是所以，可能这方面也有原因的。一个是我自己也是，不管是降什么法呢，还是很有信心的啊。就是也许可能，确实前辈的这些加持吧，就是应该就很快的，就是让大家就是有一种痛感吧。啊，就是有一种，应该可以说是有一种，就是这种，大家都有一种就得到一些这个力量，或者说是有一些感染力，就是所以我们这次呢，看这个就很多人的以前也可能会，包括这个汉地也好，藏地也好，好多大德们呢也是弘扬过这个地藏法门，但这次的话呢，就是可能没有想到，就是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范围也好，这个人数也好，大家这个修行的这种意乐也好，各方面比较慢呀。就是，当然这个不知道能不能长期下去。就是每次我们听一个课的时候啊，一定要念这个经，就是一定要就是就弘扬这个。然后再过了2年3年以后又忘了。就是不过呢，就是大家应该会种下这样的这种善根习气，也会弘扬啊。就我想我们这里的不管是这个在家居士啊，还是这个出家人的话呢，大家都有机会这个弘扬这样的这种法门，对众生就是应该有非常大的利益。那接下来我们看那个昨天也继续讲啊，就是当时佛陀呢，就是告诉这个观世音菩萨，如果这个未来世当中呢，就是有三男子、三女人啊，就是欲求现在未来的这个百千万亿等一愿。啊，就是他们有这个一些三男三女的话，那就是他们对现在的这种这个欲求的愿望也特别多，百千万。然后那个未来的话，那就是也有很多的啊，我未来就是我的梦想是什么，我的理想是什么，就是等等，就是有特别特别多的这个愿望啊。还有呢，就是百千万亿的事，就是他要想承办的、成功的，有一些百千万亿的事啊，就是他有些是可能心里面就是有这个愿，然后实际行动当中的话呢，他承办的有些这事情呢，就是这样特别特别多的，就这是我们可能，除非是就是什么逆向都是没有，什么愿望都是没有啊，就只是这个一天吃3顿饭，就是这一点很关心。除此之外呢，就是对这个自他的这个利益什么都就是没有什么可想的，就是那种人以外的那种人以外的话呢，一般来讲就是这个尤其是大乘这个佛教徒也好，大乘这个修行人呀哈，那么一定会是有就是很多的这个饶益有情的事情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像这个这种什么这个发愿呐，就是有这些。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那么只要就是这个皈依啊，就是皈依，还有呢就是站立供养赞叹，就是地藏王菩萨的像。啊，就是一个是要皈依，还有呢，就是经常这个瞻仰和礼拜啊，就经常有时候我们看那些佛像的话呢，就是确实也自然而然这个升起信心，就是就合掌啊，就是一直我们有时候到了一些寺庙啊，就是到了一些这个佛殿的时候呢，特别庄严的一些佛像在面前这个，这个。
就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一边祈祷，一边就是有看着这个尊严的话，那就是好像自然而然就是从他的这个身体当中呢，就是就发出光芒，融入自己的这种感觉啊，就是其实这个有时候瞻仰和礼拜都只是这个让产生信心的因。那么这样，这个地藏菩萨这个面前就是进行这个供养啊、赞叹啊、顶礼的话呢，那么如是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所愿所求啊，悉皆成就。啊，就是这些都是，这个如愿以偿啊。就像那个《地藏十轮经》当中呢，也讲到，就是说是这个，诸求故要天男女异普人普世啊，就是，归敬地藏者所求皆满足。说是我们这个如果想得到的这个，地方也好，药也好，这个天地也好，甚至可能就是这个伴侣啊，这个仆人啊，衣服啊等等，就是凡是我们实践当中需要，就是想获得的，就是这些啊，所有的一切的一切的话呢，只要我们就是恭恭敬敬的皈依和瞻礼和祈祷，或者说是这个供养地藏菩萨的话呢，那么所求呢，就是一切都是得到这个满足的啊。就是我们前面也讲过，就是确实它是这个什么，就是一切的这种这个所愿的话呢，都能得到满足啊。就是那个占刹三藐耶包经当中呢，也是讲过，就是为什么是地藏菩萨是这样啊？就是能满足一切众生呢？就是实际上是这是它的这个原理啊，就是这是这个原理不同的。以前那个弘一大师也是关于这个问题呢，就是也是这个回答过一些这个提问者的问题，但是我想他的这种回答方式的话，那可能跟我们所想的也有些地方有不一定是相通的。最主要的话呢，这个地藏菩萨的这个愿力，就是这个很重要，就是地藏菩萨这个发的愿，就是他发的愿呢，就是满足众生的这个愿望，就是这个很重要的。然后文殊菩萨发的愿呢，就是让众生呢，从这个无明黑暗当中解救出来，就是赐予智慧。而观世音菩萨的话呢，就是他就想让众生呢，就是离苦得乐啊，就是他每一个这个发愿的这个角度呢，就是都不相通的啊，就都不相通的，就像我们实践的这个同样的一个大学里面，但是他的这个专业这个学呢，就是不相同一样的啊。就是这些菩萨的话呢，就是在因地的时候，就是他们呢多生累劫当中，就是在这方面就是发愿。所以我们众生呢，就是如果这个祈祷他的时候呢，他能马上很快的时间当中就是满足啊，就是满足的这个主要的原因呢，也在这里啊，就是满愿满众生的愿。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就是祈祷这个地藏菩萨的话，那就是确实也很重要。我们有些人说是在学院当中呢，就是开了这个特别多的这个地藏法会，但从来没有好好的念过。就是以后呢，就是会好好的念，但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法会，也不知道。也许可能这个地藏经学的比较好一点吧。就说是这以前不知道。就是地藏菩萨是那么这个厉害，而且地藏菩萨是有这么多的这个加持，就是其实这个在地藏菩萨面前就是发愿，然后自己也可以，就是将来这个弘法利生啊，就是能满足众生的这个夙愿，像地藏菩萨那样，其实我们也，很能就是做这样的。就是，我们有时候是很难满足众生的愿。就是比如说，我很想就是饶益他们，但是每个众生呢，就是他的这个诉求和他的这种苦难呢，就是不相通的。就是所以，确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难度。但是呢，我们只要这个发愿的话，我相信这个发愿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啊，就是这样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愿地藏菩萨的这个，他具有这个大慈大悲心，因此呢，就是他永远的是拥护我，就是他这里我呢，就是从自己文字的这个，从这个，怎么讲，就规律来看的话，好像因为这个是佛陀说的嘛，就是，就这样的话呢，就是好像是，是我的话呢，就是他意思就是说，这个如果这个地藏王菩萨啊，因为地藏王菩萨是这个具有大慈大悲的，就是他会永远。
永远就是保护自己，就是也就是说是刚才那个祈祷者和供养者，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人呢，就是在这个睡梦当中呢，就是会得到这个地藏菩萨的这个摩地那、手机啊、加持啊，就是。 得到这样的，其实人的心性还是很重要的。人真的对这个地藏王菩萨也好，对莲花生大士也好，也就如果有特别就是强烈的这种信心的话呢，那就是他所修的法呢，就是就很快的时间当中都会这个成就啊。就像我们拜天的时候，就像就是思念自己的一个这个亲朋啊，就是什么这个恋人一样的，就是特别特别的这种很强烈的去思念，就是。 佛菩萨这个，然后他们的这个功德啊，他们的这种法缘呢，如果你拜天就特别这样的话呢，那就是这个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就是也许可能，确实诸佛菩萨的这个建议，就是加持你呢，就是立竿见影。如果我们自己祈祷的也是可能，就不是那么的这种强烈啊，就是祈祷的这种心不是那么的切的话呢，也许可能得到的加持呢也比较缓慢。看起来的是我们有些人啊。 我要这个闭关多少多少年呢？啊，我要这个念多少多少遍咒语啊！啊，我这个每天都是怎么做功课？可是我们可能当时的这个心呢，就是比较散乱呐，行为呢，就是并不是特别的如法，就是有这个可能啊，心的，就是所以呢，有时候是得不到什么感应和得不到加持的时候呢，也不要抱怨，就是诸佛菩萨就是没有力量，就是应该自己就是没有这个，就是如理如实的去。 做吧，就像是你没有按照这个医生的这种说明书或者是医嘱来这个服药，然后你自己随便就是吃一吃药，然后结果的话呢，就是你并没有治好的话，那怪医生可能也不合理的。 下面呢，就是说这个佛慈啊，就是这个观世音菩萨，就是如果未来这个世当中呢，有三男子三女人，就是对这个大乘经典呢，本来是就是他特别有信心，就是啊，这个深深正宗，就是他特别喜欢，就是觉得大乘经典是特别。 这个宝贵、特别重要。然后呢，就是他有这个法呢，就是不可思议的这个信，而且呢，就是像欲读欲诵，就是想把它读好，想把它背好，就是一定要就是读好背好。然后呢，就是虽然遇到了这个命事啊，就是特别明白，就是教理的，不是出名的上师，就是这个，这个，不然出名的上师当中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就是，就上师的话呢，一般都不出。 出名好一点，就是如果出名的话呢，不一定，就是很好的，就是没有名声的，就是非常老实的，而且对这个教理，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上师的法相当中也是精通那个显密经典嘛，就是自己也要这个游走实修的，就是这样的名师的话呢，那么让给他呢就是进行指点，就是让他呢就是加以这个熟悉，但是呢就是宣德宣望，就是因为这个人呢业力比较重，就是虽然他自己。 也很想把大乘经典就是精通，然后这个老师呢，就是这个上师的话呢，就是也对他进行开示啊、引导啊，就是然后给他呢，就是进行就是这个传授啊，就这样的。但是呢，就是得到以后的话呢，就是马上就忘了啊，就是就得到以后马上就忘了。这样呢，就是长年累月，也就是说是这个动静年月，就成年累月，慢慢慢慢呢，就是过了很长时间，但不能读诵，就是还不能读，还不能。 就是根本对这个大乘经典的这种因缘呢，就是不是那么这个，就是拓吧，就也就是说，就根本没办法那个就是读诵。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三男子三女人啊等等，就是等子里面包括三女人，他呢就是实际上是有素业的障碍啊，就以前可能谤法也好，以前是这个吝啬这个法也好，以前呢就是杀生邪淫也好，以前呢就是做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造物建筑等等，就是这样的这个业。然后这样的业呢，就是唯有清楚，所以呢就是对大乘经典呢就是没办法给有些人的话呢，确实也是特别笨，就是我们有些人两个人一起来背诵的话呢，有些人断断的时间当中就是背就是好多好多的诵词，有些是念一个特别短短的这个偈颂的话呢是要背很长时间，就是都没办法就是背诵。我不知道以前见过没有，皮拉伊经里面就是当时那个。
就是那个销路的故事啊，就是有一个寄送，就是他的各个让他背，他背什么样的寄送呢？就是生于意义不，呃，找，呃，什么不恼事件住有情，就是意思是这个生于意义不要这个造恶业，然后呢也不上上海，就是这些事件的众生，然后正念观之于净空，无以智苦当圆内，就是有这么一个寄送，就是一直就是说，就是用政治正念来观这个一切这个欲望的这个对境都是空性的，然后呢就是无意义的这些这个苦性的话呢，就是我们应该这个愿力，就是大概这个寄送的意义是很简单的，可是这个寄送呢。 啊，这个销路就是背了三个月，就是背了三个月，但是三个月的话呢，我们可能是不需要三个月，就是就三分钟，或者是就是短短的时间当中，应该能背诵吧？就是就背诵。但是他这三个月都是没办法，就是浪背到。其实这个为什么是那么笨的原因的话呢，就是佛陀在那个毗那已经当中也讲过，就是因为他以前的时候呢，就是在迦叶佛出世的时候是个很了不起。 的善长大师，但是呢，他因为当时发特别临时，就是舍不得给别人这个串述，就是然后连一偈一诵都是不愿意串，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呢，就是后来死了以后就转生到天界，就是很长时间，后来呢就是。 就是堕落到这个人间，到人间的时候就是变成一个屠夫啊，就是变成杀猪的屠夫的。有一次他把那个，就是他想猪肉卖的时候呢，就是如果当场没有杀，可能是这个卖不出去，就是然后把那个猪呢，就是就是。 就带着，然后呢，就是再过一个串，就是然后串里面就是那个猪和他自己一切都是过那个海嘛。那个时候这个猪呢，就是动来动去的，就是最后呢，就是串饭呢，就是然后。 他们两个就掉在这个就海里面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他还没有能死，就是一直随波逐流，就是漂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就是在一个山洞，一座山下面的话呢，这些有一些杜鹃就是在那里参禅的时候呢，有一个杜鹃发现呢，就是他通过身边呢，就是把他救回来了，就是那个人，就是刚才那个杀猪的住户，然后。 然后到那个杜鹃的这个修行处的话呢，也没有什么杀的猪，就是那里也可能找不到什么猪啊、杀生啊这些。然后天天的是给这些杜鹃呢，就是采水果啊，就是来这个，就服务他们，就是后来的话呢，他自己也参禅，参禅以后他参禅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他前面也是做过天人，后来呢就是，转生到好像这个无相天还是什么的里面去了，就是再过了以后的话呢，就是来到人间，就是变成竺里盘陀，就是因为他。 前面呢，就是一个是，就这个当法师的时候，就是就临死；还有呢，就是在天界当中，就是就经常这个生邪见呐；还有呢，就是什么做人的时候，这个杀生呐，这样的这个业力的话呢，那寄生当中都变成特别特别的这种愚笨呐，就是特别的愚笨。所以我们有些愚笨的这个众生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也不能这个怨天尤人啊，为。 为什么是我这个骂就是不好好给我这个念书啊？为什么是我的这个爸对我如何如何的？其实跟自己的前世的因缘呢，就是有一定的关系啊。就我们看到有些学生也是一样的，就是刚开始他们很想学，就是就特别特别，他们特别羡慕成绩比较好一点的学生啊，就是有些。 笨笨的那些的话呢，特别就是他没有信心，就是没有办法的。尤其是他们在大考试的时候的话呢，他们那个智慧没有智慧的这些学生的话呢，也很可怜的吧。就是，但是的确是，这个可怜之人还是有可恨之处。就是以前的话呢，他还是做过很多坏事，所以今生当中的话呢，就是也会就是变成笨笨的，就是也是有这个原因的。那么我们当中有如果有一些。 比较笨的话呢，一方面就是忏悔很重要的；另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其他地藏菩萨、其他文殊菩萨的话呢，也有可能就是寄生当中就是大开智慧。这里的话呢，就是讲到了特别就是愚笨的，你看大正经典的一个寄送的是没办法背诵的，那些人的话呢，也是依靠这个地藏菩萨的这种加持的话呢，就是很有可能这个转变啊。就是那怎么做的话呢，就是如是之人就是问了那个地藏菩萨的名号，然后见到。 地藏菩萨的身现以后的话呢，那么应该就是以自己的这种本性，就是恭敬呢，就是称拜，然后呢，就是用这个画像啊、像啊、画啊、衣服啊、衣饰啊、一切。
一切这个玩具啊，就是一切乐具，一切这种这个自己喜欢的这个这些字句吧，就是他整理玩具的话，世间的一切事情都是玩具吧，对吧？这个茶杯也是个玩具，对吧？我喝茶也是在玩，是吧？嗯，是不是玩具？这个可以说吗？啊？ 是吧？不熟，谁说是我这么大的人还要玩儿干？有什么可玩的？啊，你做事的话，我说不是；你说不是，我说是。这就是一命的这个最好的一种辩论方法。然后那个就一切玩具啊，就是都这个供养这个诸佛菩萨，也就是那个地藏菩萨。然后呢，就是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前面就是地藏菩萨的像，地藏菩萨的这个面前呢，就是像面前就是做各种这个供品啊，就是我们这个应饰，就是应饰的话呢，一般藏传佛教当中的很多的这个事物的话呢，用圣袖啊，就是用这个。 一般这个僧俗是代表这个事物的，就是我们在寺庙里面或者开法会的时候做的特别庄严的，就是包括酥油画，就是这些是可能也带有一种艺术性的，就是也是这个也是代表这个应饰吧，就是水器啊、应饰啊，还有那这些供养。然后呢，就是要这个一杯清净的这个水啊。 就是一杯水呢，然后就是就经过一日一夜，就是放在那个地藏菩萨的这个面前，最后的话呢，就是自己这个合掌啊，就是然后把这个这杯水的话呢，就是自己就是这个面朝向这个南方，因为这个南方是地藏菩萨就是特有这个缘分的一个方向吧，就是我们前面也是这个这样讲的，那么这样呢，就是然后自己呢就是就喝下去啊，就喝下去的时候呢，就是要。 特别的这种自信称重啊，就是要非常真诚的这个心啊，不是以这个什么这个犹豫不定啊、怀疑啊，就是或者说是以自己其他的一些这个杂念，就是各种杂各种分别念，就这样的话啊不合理的。那么这样如果这个喝完了以后呢，啊就是这个服用完了以后的话呢，啊就暂时就是这个什么非常要注意，就是无心啊，就是。 什么这个葱啊、蒜啊，还有什么什么孝蒜啊、洋葱啊，反正有这个无性的话呢，有不同的这个说法啊，就是有些呢就是加什么这个蟹和还有那个辛趣啊，就是也有韭菜啊，就是这些吧，有可能不同的这个说法，就是因为他们的话呢有一些臭气，就是然后这个呢就是很多天人呢就是。 就是奔嘴呢，就是不接近，就是有这样的这个说法。还有呢，就是酒啊、肉啊、血印啊、王语啊、这个杀生啊，就是这些都远离啊，就这些都这个谨慎注意，就是禁止。然后呢，就是在七天或者是这个三个七天当中呢，就是就开始这个，就是也就是说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呢，就是应该就是禁止这个无性吧，就是就禁止无性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话，这个是。 三难子三女人的话呢，与蒙种啊，就是见到这个地藏王菩萨的无边身，然后呢，就是对他对这个人呢，就是给予这个随观定啊，就是赐予这个加持和随观定。那么这个人就是蒙清净智慧的话呢，就是获得这个聪明呢、啊。就智慧的话呢，啊对经典的任何的这种这个词句啊，就是只要一经二根的时候呢，都能这个记住啊。 就是念一个句子和一句一个偈颂的是不会忘的，就是得到了这个不忘陀罗尼啊，就是确实有一些有愿者也好，或者是信心住的话呢，以前是特别笨笨的，就是但后来的话呢，就是也许是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也许是诸佛菩萨的这个加持大开智慧啊，就是我们有时候闻思的这种群体当中的话呢，也能发现，就刚开始来的时候呢，时间的这种文凭水平也是很低很低的。 然后就是看起来也是人，就是傻傻的、笨笨的，就是那种呆呆的，就好像就是跟他说个半天的话啊，啊，啊，说啥？啊？
就那样的，但慢慢就聪明了，就是让到最后就是辩论啊、背诵啊，就是什么都很厉害的，就是所以有时候那个。 怎么讲？我们这个实践的话，那就是他这个还，什么这个先天的这种智慧和这个后天的这种这个学习啊，就是也有这样的。但有些，有些是很难这个改变的啊，就有些很难改变。有些是的确，我们包括就是现在将近说法的，有些堪布堪摩的话呢，我的在我的记忆当中，每个人的传记呢还是有的。就是有些刚来的时候很不错的，就是就各方面还是，比较不错的。有些的话呢，刚来的时候。 就是不怎么样，就是应该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吧，就是就不怎么样的。但现在还是很不错的，就是确实，就包括有些辅导员呢，就是这些。当然，这个也有一些他的这个福德三根也有关系的。有些是智慧很不错的，但慢慢好像自己的智慧呢，就可能跟这个道德啊、跟戒律啊、跟行为啊，很多事的这种因缘呢，就是不具足，就是最后呢，在这个弘法利生上。 上面呢，就是没有这个起到就是，最初所想象的，就是那样的这个作用啊，就是最终，就觉得啊，这个人本来就是将近说法方面是非常不错的，好可惜啊，就是这样的。甚至后来呢，就是见解啊，就是行为啊，都不太这个理想啊，就是也有这样的。有些人刚开始的时候，的的确确就是是这个，还是这个。 就也没有什么智慧啊，没有什么这个，这种修行啊，但慢慢就是这个，可以说是变化的比较快，就应该说，就这种文思修行的这个，这种效率啊，就是立竿见影，就非常迅速啊，就非常迅速。原来有一次这个法王如意宝。 就在世的时候给我们的学员里面的每一个堪布都讲了，就是某个人来的时候是怎么那个什么身上有虱子啊，什么那个衣服如何如何啊，就是凡是每一个当时算是比较大堪布们都训了一次，就是，就是你们刚来的时候是有些是没有吃的，有些人怎么反正，当时我说的不是很厉害，就是对我说的，我想是哇完了完了，我也可能到时候，因为法王的。 口才也很好，就是然后到时候一说的话呢，好像这个人特别可怜，就特别不好意思的样子。但是呢，我的说的不是很严重，就是，就反正很多堪布都说的就比较那个的，就是我想我们堪布也好，或者这些的话呢，如果让我说的话，那也有一些说的，有必要的时候呢，每一个人应该好好的说一下他们是以前，所以现在这个代办的有。 这个法师他觉得啊，我们的堪布啊，我们的堪布原来是这么可怜的人呢，就是像的就这样就比较好一点吧，那后来就因为这个喝了地藏菩萨的水，就是然后现在就不是这样的了，就是，这也是这个就这种，对，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说那个就佛慈啊，就是说这个佛陀所观音菩萨，这个未来这个释当中的话呢，就如果有人啊，就是衣食不足啊，就没有吃的，没有穿的。现在全世界还是比较这个，就是在很多这个粮食方面啊，国家每个国家都是在比较关注啊，就是这个很多方面都是，因为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话呢，就是。 这个，这个疫情的原因呢，就是很多都这个，这种原来的这个贸易呢，就是有一些新的变化。然后每一个国家自己的话呢，就是，在一段时间当中的话，很多对这个农业也好，对牧业呢没有这么关心啊。比如说像马来西亚、泰国啊，就是他们很多国家的话呢，就是以前是完全是农业国家，但后来的话呢，就是就把整个国家就变成了这个女农业，就是好多农田都就是荒废了。然后，所以，全世界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个。 这个饮食啊、粮食啊，就这方面是，也是大家就是就有这个重。
但不说这些，都是写在日记里面。以后我死了以后，日记里面有很多我的梦，活着的时候暂时不公开，就是有这些都是梦，也不知足。如是等人啊，就是那这样的。就刚才我们就其实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很多的灾难都已经写在里面了。那么这样的这些人的话，那如果听到了地藏菩萨，见到了地藏菩萨像，那至信的、恭敬的，就是念满这个一万遍的话呢，那么这些不如意的事呢，就是渐渐的消灭啊，就最后呢，就是获得了这种快乐。然后呢，就是这个衣食丰衣啊，就是丰衣足食。然后来自梦中的话，那就是都获得了这种这个快乐啊，就是都获得了这种安乐。就是所以，我像我们这个实践人的话呢，就是经常也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这种灾难。就是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灾难没有临头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有一种说法叫做“风没有来的时候呢，就是做那个围墙”；就是“水没有来的时候呢，就是做水坝”。就是所以这些灾难呢，就是没有来的时候的话呢，最好是念佛啊，就是念那个地藏菩萨的。你好啊，就是我们这次的话呢，大家也是这么多人一起学习这个地藏经，就这样的话呢，我也希望这个，就是一两个月之内啊，就是应该每个人都是念一万遍这个地藏名号，就是那么地藏王菩萨，就是如果我们藏文的那个不会念的话，那么地藏王菩萨都是很快，就是应该就是就一天就念好几万都可以，但至少也是我们创造一个缘起吧，就是我们有些人。跟以前这个地藏王菩萨从来没有结过缘，就是，那么就是，我也希望我们以后的话，那就是我以后也会可能是做一些那个，也做了一些那个地藏菩萨的这个像，就是到时候的话，那就是也可以给大家，结缘，就是大家也不用这个着急什么斗钱啊，这些没有必要的，就是我们这边还是有这方面的这个安排，就是到时候给有缘者呢，就是也可以这个给大家就是。做，然后自己有能力的话，那在别的地方，就是像我们这个学院这边的话，那就是这个人很少嘛，就是这样的话，那也没有必要，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地藏像也好，还有地藏这个经也好，就是这些都是不用。但是你们自己有能力的话，那就是最好是在各个地方呢，就是应该就是结缘啊，就是跟这个地藏菩萨做那个结缘的话，那就是也是非常好的。但不管怎么样呢，每个人呢。就是听课的每个人呢，要求念那个，就是要么是自我们藏文的，就是。每天念的那个像这种话说话就不三天我了熊早龙秋都叫什么就这个念一万遍就是那么这个是最长也是一念之内念完如果这个实在是不能的话那就是那么我们那么地藏王菩萨这样也可以因为这里面好基础都说是念满一万遍的话那就是所有的这些灾难都能消除嘛那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也是可能每个人的可能出家人还稍微好一点吧，就是出家人是真的是，在哪里都是家，哪里都不是家，就是反正在哪里。以前我们藏地有一种说法，乞丐哪里死的话，那就是他的那个书章，啊什么松我嘎西一个嘎切，就是什么乞丐在哪里死的话，那他的那个拐杖呢也会在哪里毁了嘛。就是因为乞丐带着一个拐杖，就是在去乞讨去的时候，如果乞丐死了，他的手里拿的那个拐杖呢，也在那儿就没有了。就是，所以我们出家人的话，那就是乞丐死在哪里，拐杖就是坏在哪里，就无所谓的。就是就哪里死也，他也没有什么，他可能最执着的自己的这个身体，就是，然后身体的话呢，也是到最后他也是就学了这个般若经的，就是四大皆空，就是所以就。没什么大的这个事，但作为在家人和作为实践人的话，确实是需要家庭、需要国家、需要这个群体，就是而且也需要就是自己的这个生活资源呐，就是包括这个各种各样的那些资具啊，就是钱财啊，什么都要，就是那这些呢，没有一个这种善的这个因缘了。就善的因缘的话，那就是就很多都就是在这个时间当中，就是比较困难啊，就应该就比较难的。就是所以说呢，还是当今这个时代呢，就是的确也是需要一种这个像地藏菩萨那样的一种无性的这种加持力。同时呢，每个人自己呢，就是也应该有一种勇敢的、坚强的。
就是面对，就是任何事，就是这一点呢，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的事都很需要的。不管是遇到什么事情，自己要有智慧，要有静静，要有这种耐心啊。就是不是因为遇到一点点的事情的话，那就是玻璃心就是马上就是就开始这个破碎了，就是再也这个就一句不成，这样的话那就是不好的，就是应该大家要努力。然后接下来呢？ 讲到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就观世音菩萨，就为了这个事当中，有些三难子、三女人了，因为那个就是为了这个智胜，就是为了这个为胜了，就是为了生活，或者是为了这个因为应试，或者是因为共事，或者是为了这个生死大事啊，就是或者是为了因为有些济世，就为了这些事情呢，就是需要入这个生命当中啊，还要度过这个海啊、河啊，或者是大。 水啊，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什么非常艰难的这个县道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人提前呢，就是念了这个地藏王菩萨的名号10000遍，然后呢，就是过这些地方的话呢，那这个所有的这些土地神和贵神呢。 会保护你的，你的心主作，那就是永远都是他们这个保护。那乃至的话，那就是当时你所去的这些县邸，那就是有老虎、狮子、狼，这个恶狼的话，那就是一切都还那就是不能损害于他啊。就是所以，我们这个在实践当中，就是因为出门的时候吧，就是出门的时候呢，有些人都比较担心，就是啊，就是会不会损你回来啊，就是念个经啊，就是加持加持啊，保佑保佑啊。 我明天到什么什么去？但现在的可能就是什么老虎啊、狼啊、狮子都是很少的，就是也许你去山里面就是去可能会有这样的，但是呢，比老虎和狮子还更可怕的什么车祸啊、空难啊、然后瘟疫啊，就是再加上是各种各样的一些人非人的危害，就是这方面呢，我们也要就是自己如果能念就是10000遍地藏名号，就是再去出行的话，那就是很损你的。然后佛有告诉这个观世音。 菩萨就是是这个地藏王菩萨呢，就是与这个南阎菩提的众生呢，就是非常有大的这个因缘啊，就这里提了好几次了，就是这个地藏王菩萨呢。 那么，如果这个众生呢，就是见到、听到啊，就是见到地藏菩萨的像，然后听到这个地藏菩萨的这样的这种这个功德利益的事的话呢，那么就拜千万劫当中呢，就是也这个说不尽的。如果声闻缘觉说也好，佛说也好，菩萨说的话呢，确实是这个就是在这个众生这个见闻觉知的这个利益啊，就是地藏王菩萨这个就是也就是说地藏王菩萨众生这个见闻觉知地藏菩萨的整个这个利益的话呢，那前辈完结当中也是说不尽的。所以呢，就是观世音菩萨，你用这个你的圣通，你呢就是一定要拗不辞尽啊，就是一定要用你的这种这个价值也好，圣通力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尽呢，就是一定要拗不就是要弘扬到这个全世界的各个地方啊，就是令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呢，前往这个拜千万劫当中呢，就是永远就是受到这个快乐，就是他
就是这个，就是大英博物馆，就是这里面的。然后呢，就是有一个是那个，这个是美。
就是美国波斯顿啊，就是这个美术馆里面的啊，就是美国波斯顿的，就是也是这个它的这个字是呢，就是跟我们的这个也是有其他的这个菩萨的这种形式呢，就是比较相同的。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这个是日本东京的这个国立这个博物馆啦，就是大概是这个是14世纪的一个地藏菩萨像，就是也是一个非常这个就珍贵的这个文物。 然后还有一个的话，那就是这个是应该是北京故宫里面的啊，就是那个乾隆皇帝时候收藏的，就是这个呢，就是说是这个藏传的这个地藏菩萨像，就像我们昨天的那个地藏像的那个什么佛龛，就是这个高我里面，就是可能是按照地藏的地藏经的这种方式，就是它的整个这个包括它的标志啊，就这些的话，那就是也跟我们这个藏传的这个地藏像啊，就是完全。 全是这个乾隆皇帝时候的话，那就是这个现在也是这个说是收藏在这个。 北京这个故宫里面，还有一个的话，那就是这个是韩国的啊，就是韩国国立这个博物馆里面的，就是这个是也比较这个可爱的，就是其实还有日本的话，那就是有一些那个的，有个小小的，就是他们就是也是把日本的地藏菩萨是跟这个也有点相同，就是有很多我刚才忘了那个，还有一个很就是你们也可以倒是看一下这个像小孩一样。 就是它是一个小孩的保护神，就是还有传统上是日本有很多不同的地藏菩萨的这个像，都好像带着一个红莲经一样的，就是那种，比较好的有一些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美国啊，就是鲁宾博物馆啊，就是鲁宾博物馆里面就是大概是这个是十七世纪的一个文物，就是这是也是说是这个藏传佛教很著名的这个地藏菩萨像，就是那么我们一般藏传佛教的很多的唐龛里面的话。 那八大菩萨是经常就看到是占你的，就是那么这个呢，就是也是这个就是这个鲁宾博物馆里面的这个很著名的、很重要的一个收藏的，就是这个地藏菩萨像啊，就是所以我有时候看到那个。 这个也许是我藏族人的原因，就是藏传的那些这个像的话，那就是比较这个怎么说啊？就是它整个可能是这个它的这个尺寸啊，就是这些方面是要求是比较严格的。就是然后当然就是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的话，那就是都有主护菩萨的，就是不同的那种这个像啊，我们都没有什么分别。这样你对哪一个像就是有这种这个信心也好，有这个。 恭敬心的话，那就是都是非常好的。就是所以，我们以后的话，那就是在可能不同的这个国家、不同的民族当中，如果你要弘扬的话，那就是可能以本地这个他们这个所信仰的，就是这个为主也可以。或者的话，那就是他们觉得是对哪一个啊，比如说我们对那个。 印度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话，那就大家都能这个接受嘛，就是这个释尊的像，就是怎么样的接受。但是如果泰国就是按那个释迦牟尼佛的话，可能泰国人就是喜欢这个就是信仰的，就是那样的这个像，可能比较好一点。所以，这个在像上面没有什么差别的，但是众生面前显现的时候呢，还是有差别。因此，我们弘扬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大家也应该有个比较包容的心，就是不能就是自己。 自己的格局定得很小很小的啊，我只能是就是弘扬这个，不能弘扬其他的，不能这样的，应该是一个比较就是大的这个格局和大的这种心态来就是弘扬的话呢，那诸佛菩萨的这种心想呢，就是都可以拥有的啊，就是都可以拥有，就所以呢，我们也尽量的就是大家要发愿，就是这个弘扬这样的这种地藏法门呢、啊，就是这样的话，那就是非常非常有意义，就是获得这个人生也是有意义的。 那么，就我们这个所作所为的话呢，就是也非常有意义啊。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嗯，索隆德伊坦杰斯巴涅，同那尼贝扎那帕什，杰尔嘎南杰热隆车班。 这本从你着吧，着。